怀疑、求证而投入双核事业，也下了大决心，那傻傻的干也可以干出升了一级哦。那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莫师凤无私的分享。接下来是我们观众期待的单元哦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即将在七月二日被表扬的酸钻咖啡计划，让他本来只是数位的下线，只有数位的下线了，变成现在已近万人的下线。现在他通过现在的他过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，就是陪伴孩子成长。双核事业让他拥有金钱的同时也有自由的时间，他更透过灵芝照顾家人的健康。大家想不想知道成功的秘诀呢？你们准备好了录音和笔记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回应一下吗？准备好了吗？那我话不多说，我们以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来邀请严一新钻石。大家下午好。还有精神吗？还要听下去吗？要。三年了，一晃很多改变，对不对？有些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，可能有一些他的父母亲已经走了，要送也送不了。所以人生哦，就是这样的哦。如果啊，我们今天没有去预测未来的话，我们真的是对不起啊，因为太久没有上台，所以那电脑是太兴奋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要预测未来。各位，你觉得未来是可以预测的吗？可以的话，帮我举个手一下。原来你们不知道可以预测的 啊。好，今天你们中大奖，而且是终身大奖。其实我们人生是可以预测的，只是我们要找你要怎样的未来，你现在就好好耕耘。我有看到比较年长的人，没有关系，还来得及。OK， 好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严一新，我是一个不喜欢被控制的人，就是每天叫你做这个做那个，我就是很不喜欢他。所以你的孩子也是这样类型的，帮我举个手下。诶，这样奇怪没有啊？有了，把他带来，因为这里呢可以让他很自由。所以呢，我是一个很渴望自由，就是财务，就是要买什么不用想东想西，拿那个卡规则出来算。因为以前我也是月光族来的，月光族的生活难受吗？难受。所以时间自由，要做什么就什么哦。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是没有拿 MC 的哦，呵呵，因为我是老板，我也是员工。以前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啊，我要算我的，不是拿 MC 拿吗？拿 leave， 你们太久没有拿奖 MC， 要拿 leave， 所以啊，14天啊，就完了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再来，身心要健康，各位，现在的人的心很多都没有这么健康，认同吗？所以身体要健康，心要健康，其实很不容易 哦。所以我在14年前的时候，就是24岁前，应该你算到我几岁了哈？我14年前的时候就加入双核了啦。那时候是因为我看到我的 housemate， 不是 housemate， 是我的 owner。刚才那个酒店是他的 owner 介绍给他哈。现在是我请我 owner， 咦，怎么你从这样肥变这样瘦呢？而且是从头瘦下来，不是只是一边瘦而已，
那就是说我的上天，有人说就这样子，我的缘分就种下去了。所以各位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哦，就是说你把双的产品吃到结果出来，就是最好的结果了，人家就会问，哎，人家是被你的外表吸引来的。再来，对哦，我太紧张，所以我没有讲到钻石。钻石领导者已经新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好，再讲多一次，不然等一下晚上睡不着觉。所以我2018年的时候哦，就遇到一个机会，让我可以翻转人生。其实各位，机会是给谁？有没有答案？机会是给已经准备好要成功的人哦，已经准备好要改变的人哦。所以今天你找到那些不要改变的人，你想，哎呀，他不要做，一心这么你找的全部都要做的，不是。你找到不要做，你不是 next 哦，你一直纠结这个人，纠结这个人，你累他也很累耶，对不对？他看到你不往外跑哦，你都不知道；他 block 掉你的 Facebook， 你都不知道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会发觉到，我们要学会放下，不要的我们就要 next， 不要的我们就要 next。所以真的对，机会是留给要准备得了的人。看我这小孩很可爱哦，我一找影婆说，他才1岁半的人啊。而且他是早产儿哦，早产2个月哦，啊，那个后面是长期果，啊，这个各位是我先生。好，很多人问我，一心，为什么你会坚持，即便你遇到种种的困难？各位，你来刚才来的时候有没有困难？有哎，什么困难？下雨，有没有？这时候本来我打算要来了，下雨，不要来了啦。是不是？所以他是看天气要不要来上课啊？所以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我还可以去面对这个挑战？其实我要感恩哦，我在2011年的时候，2011年是12年前啊，还有12年前吗？太夸张，有哦，12年前，我在银行，星展银行工作，我是高级财务经理的。我很庆幸啊，那时候我去到台湾、中国、香港见客户，然后我也看到比较那些从低做起，因为我是从低做起的，2年我就跑了上来了。我看到很多那些工厂工啊来到这边工作的啊，啊，每个月没有钱哦，我说啊，这样你做来做什么？当他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反思了，哎，这样我呢？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安哥，他拿钱拿不止哦，叫我拿，他讲我要拿全部钱出来，为什么？我的儿子要去英国读书啊，这边储蓄边不要紧啊，再打算啊，为什么？他讲如果我没有给他，他讲什么？因为我不疼他，各位是不是这样子？再来，有些又拿钱出来给孩子结婚、买屋子、买车，那我就发觉到。哎，为什么现在的人啊，他没有自己责任感，需要准备东西的哦？哎，这是我看到了，不知道你们看到吗？然后我在想，有一些人呢，他没有准备未来哦 ，retirement plan 那时候啊，哎，我 plan 到很怕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谁有算过？假设你现在每一个月要用3000块过生活了，30年后的你啊，你要活到80岁，不小心活到80岁啊，你知道你的储蓄要多少钱吗？各位谁讲的？我今天跟你讲要不要100万？各位，60岁的时候你有100万，请问我要怎样存哦？当时候的我啊，虽然我收入很不错，可是我也是月光族来的哦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我这样子存下去，哎，好像目标会达成嘞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不是等我的孩子？哎，那我要问问题啊，各位，谁可以确保你的孩子可以孝顺你的情绪手？谁会去保你的孩子啊？可以喂你吃，喂你什么都不用愁，到你走为止。哎，好像不一定哦。所以开始我就思考了，如果今天我孩子我养到他大，然后我自己去工作的话怎么办？所以我开始计划了。哎，
我现在还没有结，还没有生孩子啊。那我要生孩子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顾孩子，对不对？要顾老公，然后还要上班，然后还要顾，就是亲家的那个人的感受，有没有？做女人简单啊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啊，如果你是家庭主妇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肯定三段死的。为什么？做家庭主妇很难。各位认同吗？你做钻石你可以休息，然后啊，尽量不要去做，不要去见下线，或者这个下线不要跟你买，还是跟你没有缘分，你就耐走了。可是你过孩子不可以嘞，像我孩子今天早上才吐哎，我还是要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我的使命啊。他才三岁去超低，一直生病了，对不对？还好我没有灵芝啊。所以各位，当我看到这么多问题，甚至有安哥。安迪哦，所以我想安哥安迪啊，我想说呀，他就来拿那个 passport 啊，来给我去啊，小妹你帮我 scan 一下，看我的孩子进钱给我了吗？啊，孩子你帮我 scan 一下，看政府进钱给我了吗？当时候哦，我听到一个钻石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的，他讲什么呢？请不要做四等人，哪四等来讲讲？等钱，等吃，等吃。等睡啊，睡个不要讲，你自己懂就好了。所以，当我在反思的时候，哎，我不要做这样，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嘞，很可怜嘞。我觉得，然后甚至我在路边看到一个孩子才四五岁嘞，他顶他妈妈的嘴，我想哇，生你这么辛苦，我还养你这么辛苦，你还要顶妈妈的嘴。可是这个是结果，原因是什么？你把孩子早早就送去上天嘛，你每天忙工作忙这个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哎，如果我要自己顾孩子的话，我必须要有什么被动收入进来。我不可以靠我的老公认得嘛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找出你坚持的理由，你为什么要需要这一个事业？然后我真的意识到危机感。所以很多人讲啊，我不喜欢啊，啊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那个。难道你上班你能喜欢，对吗？你喜欢你被老板什么呀？你被老板骂，你被员工，尤其新加坡卡什么生意是不好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，你被他骂骂骂，最后哦呀，谢，你还是要等业务可以拿工钱。可是多少人会给人家骂的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差别在你这边。所以各位，一年有四季，人生有没有四季啊？有，春夏秋冬。谁是在春天呢？请举手。应该还没有。夏天呢？请举手。我只有两个、三个，你已经过了嘞，三个都用了。来，秋天的来几个时候下？秋天呢？我还是很少哦。所以 majority 是冬天，还是没有人要举手？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哦，我要恭喜你一样事情哦，就是说你的上线邀请你来哦，是让你来反思、静静一下哦。哎，各位，以前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跟 Roger 是邻居来的嘛，我坐这边，我坐那第一号，因为。钻石讲什么？你们坐在第一排一定上钻石，各位对吗？我已经答应了嘞，所以给钻石们一个鼓励的掌声。所以各位，有些人讲，哎呀，我不要做钻石，我不要成功。各位不是的，我们是因为未来的危机感，然后自己舒适的生活了够，对不对？然后希望人家跟我们一样，然后我们就帮。好像到了，一般哎，好像到了。而且我们值得鼓励的是，我们金钻 Mr. Lin 的下线历年双钻的各位，你他几岁呢？67岁嘞，各位，你不要被你的年龄绑架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给一个鼓励的掌声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从。春天到冬天都会遇到种种的困难，尤其是你看啊，今天你来到这边，你认识到双鹤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经历双鹤事业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我前
五年、七年的时候，我也是让我看到上台的人讲，哎呀，不懂在讲什么。然后我来一次，我就没有来哦，各位你不要做我这样子，知道吗？不要像我这样，所以我很傲慢的，以前我很看不起人的。可是做双课啊，你的心量会慢慢变大，怎么还要你撑大？你撑大，你才可以做钻石哦，你才可以帮助很多人。所以不顺眼的人越看越顺眼，就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再来就是说，你看啊，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啊，准备要退休的时候啊，有些人就很可爱哦，不用紧，我有公积金，我有保险。我对不起啊，请你们不要做录音啊，我是做保险 insurance endowment plan saving 啊，可是我不买。你了解了过后呢，你可能对不起啊。所以真的，你做什么对不对？你现在开始做，做到你退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每个月有钱进来，你现在只要投资时间罢了，投资时间来学习，学了再问啊。哎，你不要学了，浓缩在里面啊，会成功啊。然后也是，你一定要用，要用，要去讲。所以各位，秋天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开始，你看冬天就卸了啦。哦，所以要做准备的 ，OK。其实我们要设身处地，很多人哦，看到报纸有登中马票，是不是？哇，怎么不是我？有没有？可是哦，报纸出来啊，意外啊，他就不想，如果是我怎么办？孩子不孝顺，如果是我的孩子不孝顺怎么办？中风、心脏病、三条血管阻塞，哎，如果是我怎么办？没有人这样子想的哦。所以各位，你要设身处地哦。你隔壁家有人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讲，万一是我怎么办？啊，你就会敢，你就会有坚持的理由了。所以你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，因为靠自己比较牢靠啊，各位。你不要靠山稍微会倒，靠水水会流，山水不能靠，靠谁？靠自己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为未来做准备之前呢，你需要改变什么呢？思维。很多人哦，他讲我要一个月几千块、几万块的收入，然后呢，他用自己的想法来做，他用自己的行动方法来做，所以导致他不能成功。所以来会议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是哪一个上仙钻、哪个钻石来分享哦，你们一定要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遇到啊，你的组织当中有不同的背景的人，然后你要激励哦。哦 ，OK， 再来，你的行动要改变啊。比如说，你过去像我这样过去很喜欢追连续剧的，可是我来到会议，那个钻石讲什么？你的连续剧要放一边先，你的偶像要放，以前我偶像是周杰伦。你要放一边先，不要管他的演唱会，等你成功了你才来听。可是成功了你就不一定有了，因为太多人要等着你来帮了。再来，你要自律哦，因为自律不是从小就养就有了，不是天生就你的禀赋就带来你有的，它是要靠你自己去自律。早上起来要打给多少人，要讲多少 ，OK， 你才能改变人生哦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是一个 process， 你知道吗？不可以 skip 的哦。OK， 好。所以各位，我知道我有这样的问题，未来在等着我，期待着我。我单单靠打工，请问可以解决我的未来吗？不能。所以各位，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有婚姻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都是什么？你忙我忙，赚钱，哎，你去带孩子，我去带。所以呢，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了。所以各位，我要怎么做选择呢？哎，这样多嘞！我每次跟人讲，哎呀，你看现在穿上这样多了，哎呀，很难选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认知。有些人呢，他因为选择比努力重要。各位，如果你没有认知做选择的话，你会从 A 公司换到在公司，然后你会不会怀疑人生？会。其实不是你的问题啊，
是你没有认知，做出选择而已。啊，等一下我跟你分享，因为我在这里学到的 ，OK。还有选对公司，你选对公司了，你就像在做后面的，我们有金钻做了34年，对吗？三十七年了，你看。有一次我的伙伴很可爱，他讲怎么双鹤竟然都是老人呢，那我就问他一句话，各位不好意思啊，各位你懂吗？因为我面对的问题都是你会面对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回答啊？你就要反问他，这我问你啦，你觉得年轻人看的东西比较透还是老人看的东西比较透啊？哦，这也是对哦，你在上面呼号的话，起名信来讲的可以害几次，然后害了过来几万块买，哎呦，双鹤你看很惊叹的，你看钻石也是惊叹没有啊，我啊，怎么了？因为这边没有那个叫你刷卡的地方没有，所以各位提供大家参考 ，OK， 我不会讲到太细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你要选长期的产品，什么叫做长期产品？它50年前到现在还是存在的。咖啡有没有？牙膏有没有？有啊。然后什么叫做长期？就是它很被需求，然后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素，比如说 COVID 不接掉啊，那个就是长期的产品。为什么要选长期的产品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有回购率，它是需消耗品，它会每天都会不见的，不是用了一年它还是有在啊，也就不是回购率高了啊。OK， 因为什么？你每个月有业绩。你就不用一直不断的找新人，再来它的价格哦，是人人都付得起的，只要人人付得起，那个市场就很大了哦，不是说中上的人可以，还是中下的人可以，再来没有替代品，啊，等一下我就会跟你分享，它是用这个独特的菌种二段式萃取的方法，甚至做到纯化的功效，我们已经有标靶灵芝。可以做到治疗的功效，但是却没有副作用。品质保证，等一下我会跟你分析这个健康灵芝，这个健康食品认证，它确保你的产品是安全有效，才可以拿到这个认证的。公司稳健35年，最重要是，如果你要经营一个事业的话，你要经营一个副业的话呢，你要知道这个 marketing plan 有一直在变，啊，如果一直变啊。啊，你可能考虑不要参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下面的赚道就一直改变了。再来，系统化，现在注册都是一人一学生了，然后又不用特别去，你要一直送货、一直囤货，什么都可以。再来，记得各位，你要创造被动性收入啊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简单的计划可以复制，人人都可以讲。不然只有你可以讲就完蛋了，你就不可以等于自由的时间了，明白吗？ OK， 啊，我上个月我去日本两个礼拜是没有动双鹤的东西的，因为我的 credit card 有问题，可是业绩还是照样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被动性收入的厉害。所以你看啊，哎呀 sorry， 所以双鹤最厉害最厉害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以灵芝起家的。 OK， 所以如果你的上线专职有举办这个会议这个参访的话，你一定要去，因为你去了过后，对不对？你少走很多冤枉的路啊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不认识双鹤啦，我会像一般的人，孩子一生病就送去哪里？对，COVID 一中了就送去，对，啊，等一下点看见正国的孩子 ，OK， 所以这些全部是电脑全程操控的，各位。再来，我们的机器全部是德国进口的 ，OK。那么今天我要讲一下这一个认证，因为各位，如果你认识这个认证以后哦，你会死心塌地吃双鹤的灵芝的哦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在1999年的时候，1987年啊，这个民国了，民国不是，所以它应该是1999年的时候，在台湾啊，
你知道吗？很多传销公司都会去台湾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在1999年的时候呢，政府就进来了 ，Interaction of Government， 他就讲说 ，intervention 啊，就是参与，就是很多传销公司都讲，我的是健康食品，我的产品有效安全，然后搞到那个消费者很迷茫，哎，到底这个好还是这个好，这个好还是这个好？各位，台湾的卫生署是很严格的啊。他讲说，如果你讲你的产品好，对不对？你拿来给我做检验。我们现在有一个 law 叫做健康食品认证 ，OK， 就是你进来检验了之后，你的产品真的有这样的功效的话，我才会颁发这个认证给你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双鹤从2000年开始就拿到这个免疫调节。最多项的认证，没有这个最多项的认证哦，对抗体免疫细胞、T 细胞、自然免疫跟组织细胞这五项哦，它要全面，你才可以把你的免疫系统调到正常的水平。各位在座每位是不是在寻找免疫调节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因为 COVID 嘛，自从 COVID 了过后，有一个最红的人叫做什么你知道吗？你啊，最红的就是免疫就是了。所以你要拿到这个五项认证啊，是很不简单的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我会分析为什么。然后双鹤啊，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23年了，没有一家公司超越双鹤这五系项认证。各位，你觉得双鹤的灵芝、永健灵芝厉害吗？来，给他鼓一个掌声。食品哦，他只是拿到1、2、3项而已。再来，2001年到现在哦，他拿到这个护肝认证，而且是2系项的认证哦。他除了可以降低 GOT、GPT 的肝化油指数，他还可以帮助你的肝脏蛋白质含量增加。各位，我们的肝是什么组成的？蛋白质。只要你的蛋白质增生，你的肝脏就可以痊愈。所以受损的人。的肝脏的人啊，吃双鹤的永健灵芝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复原起来。我强调哦，从2001年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家保健食品得到这2系项的认证，只有双鹤的永健灵芝。我们再给双鹤鼓励掌声。各位，你可以讲一些你错瞎打。多跑！如果我乱讲的话，乱卖的话，坐牢3年，罚款新台币100万。各位，这个就是台湾卫生署健康食品的认证，它给我们消费者最大的保障。你看，它给无人能及哦。所以你在台湾，你一讲到这个小利啊，他们就懂了，他们就懂了。所以你有时间啊，你去 Google search 啊。gamma.gov.tw OK， 然后你就看到在这个优势灵芝这边呢，你找到这个健康食品认证，他就跟你讲说，这个要确保业者对消费者的承诺与保证，然后你的产品的实力跟耐力，而且有灵芝产品的指标性依据，你才可以买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各位，台湾的政府啊已经帮你去做一个很严格的、严谨的这个标准了的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你要拿到这个认证没有这么简单的啊？要怎么拿到啊？它是要必须经过毒理学、食品科学、营养学等等的，总共38位的专家学者，而且不是少数，多数为不同少数哦。是要一次过通过，你才可以拿到这个认证的哦。所以各位，有些人讲为什么你这么热爱双鹤的灵芝？因为你不懂这个健康食品认证的缘故。各位有信心了吗？所以你的朋友为什么不买灵芝？因为你没有跟他讲这个东西啊。所以你录下来，你讲给他听，但是不要放 Facebook 就可以了，不要放我的样子。OK， 所以这个是确
保哦，这个健康食品认证确保什么呢？确保你吃的产品每一颗灵芝都是有安全性跟有功效性的。所以我怀胎的时候啊，我就吃永健灵芝啊，八颗二袋啊，到我生产啊 ，OK， 花粉十包，所以它安全到这程度。所以把双乐产品生活化，带入我们的家庭里面。你要懂得善用产品，可以启动你的有经验的上线来归产，守护家人健康，让我们可以更加安心。所以你看，守住口症，守住口症两个周，我也没有去看医生，就是给他吃灵芝啊。你看我的奶很夸张哦，三天罢了，吃双乐产品。再来 COVID 的时候，我的小的六个月啊，我很感恩上天给我机会，我孩子六个月 COVID 了，这样我就有 power 讲讲我的灵芝很厉害了。最重要是 COVID 除了要吃永健 I 之外啊，永健 S 跟永健 K 是最强的，它可以让你的输那个便啊排出很多很多的。因为我这个小孩啊，你看他在他已经晕倒在那个走廊，你知道吗？免疫力下降，他就晕倒在走廊了，没办法，要怎么办？就给他起来吃 YKS、YK、YKK， 然后就是永健 I， 然后啊，他马上就吐了。你发觉到，当他一吃 YKS 跟 YKK 的时候，他的痰直接咳出来了，他很厉害在这一点，所以我的家 YKK、YKS 一定会有的。OK， 所以你只要把双乐产品生活化，甚至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也是带去的。啊，整个半个拉给小吃双乐产品，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些礼品啊。OK， 好，所以要跟着时代的进化做改变。各位，你觉得我今天很会讲的，举个手下。运动一下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各位，不是我厉害哦，是什么的吗？练出来了。以前呢，你叫我听录音啊，我上次你专司叫我听回去录音，我不敢听，我听到我声音很割裂。可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出门，我也是因为有了孩子没有办法出门了，没有办法出门，怎样逼自己上镜头做直播，这等等的，为什么？你要突破嘛，你要创新嘛，不然要怎么保持业绩呢？因为业绩会下滑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一直像那股票一直上一直上不会掉啊？股票会上你就会掉了哦。所以你要保持业绩的话，有竞争者来，还是说你这个人又溜走了？你要一直 replace replace 业绩才会一直保持嘛。所以你看，我就做一对一哦，对。所以现在要见人不一定要出门了，很好，很方便，欢迎 ，hello。我底下是穿长裤，那个睡觉的裤。OK， 所以线上教学。好，我们可以做少人的，可以从一个做起。你不要看到我这样多人，很难呢。各位，谁一来就做这样多人的，请举手。应该没有人哦，都是从一到一开始做起的。OK， 然后只有一群人，你即便啊讲说一心我没有人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当初我也是一个人坐在前面罢了，然后每次一个人起，一个人回，一个人起，一个人回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还是要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。很多东西在等着我在前面 ，OK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不管你今天选择逃避还是接受，它会不会存在？它会有。如果你选择逃避的时候，你就到时候呢，哎呦，这么政府这样子，这么我的孩子这样子，这么啊，怨天尤人。所以不要怨天尤人，好好开始 ，OK。所以就喝一喝咖啡，用狗币啊，用狗币很简单的，七毛钱新币。进我办很简单哎，比国币掉还要更便宜掉哦，对啊，所以就人家喝咖啡啦，然后进来工作哦，介绍其他的产品啦。举个例子，我今天去 Seven Eleven 要买咖啡，我进去买咖啡了，看到柜台那边写有没有写 purchase 有没有？啊，就是要 cross selling 嘛，就是要 up sell 嘛，不是嘞？哎，你讲哦，我骗我，只是要做咖啡啊？哎，你不讲。他去隔壁家买耶，对吗，各位？所以格局要开一点。所以你比如说我的确完了，刚我牙膏完了，我就在那柜台就顺便拿嘛，顺便，你懂吗？这很顺便的，各位，顺便啊，很顺便而已。所以再顺便介绍最厉害的产品
就是灵芝啊，因为你一直讲咖啡咖啡咖啡，灵芝才是主角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业绩大部分都是咖啡，现在可以讲60%都是其他产品。 OK， 所以各位建议很重要，各位可能要花一个5分钟时间 OK 啊 OK 啊，建立很重要哦，因为建立可以使我们变强大。各位有去过爬山的举起手，一个两个三个 OK。 我没有去过爬，哎，我有没有啊？哎，好像以前有去过，但是你不去爬山你会不会看照片？会哦，照片是不是有一个登山杖？哎，这叫杖是吧？然后登山绳，这是来的哦，助力吗？对不对？来让你建立上的时候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下的时候你的膝盖不会卡到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双鹤有这么多好的工具接力，为什么你不要接呢？很多人讲，哎呀，很难的，他不信我了，他不要了。不是，很多东西可以接力的，接系统的力量。现在系统帮的揪他来，敢敢卖上台的人，你卖到我去那个远远的，不用紧的，卖卖他的背景卖。所以每一个钻石的背景，你一定要知道。卖鱼的也好，卖打菜饭的也好，为什么你的朋友、你的下线都是这些人来的？不是每个做银行的吗？再来，医学院 ELS 都双获得没？这个是双方投资了几百千的东西，你不要善用。人家讲健身又营养师，各位你知道吗 ？ELS 啊，医学院啊，你要给钱，你知道外面要给多少钱的吗？你要去给这个 course 啊，可能几千几万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再来。双鹤能量站每一次都有那个 poster 出来，你要善用。再来海外旅游，有些人喜欢去旅游，你讲你要不要去，来我教你就去，一起去。明年去哪里？迪拜。所以以前哦，那个张叔良钻石双钻了，你就讲哎呀很容易去的啦，我讲哇这样容易咩？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很正常的，现在我做到了，是真的很容易哦。第三个月就符合了，真的是很简单的。然后接上线的力量，你不要自己做，外面孤孤单单一个人，双鹤不是孤单的，团队的力量才是让你走得更远，把你的事业做得更加大。再来接健康灵芝杂志的力量，健康灵芝杂志可能新人不知道了啊，这个健康杂志力量就是专业营养师科学家写的哦，然后见证，你要人家吃容易吗？大量次容易吗？不简单哦。然后还要站出来讲见证容易吗？啊，你不买，你不接力，你讲他都不信啊，是得摔了，因为你没有听啊。专家学者的数据有临床验证，然后双鹤的背景，各位一个公司可以到35年容易吗？不容易。然后产品制度、创办人的使命，你要讲一下古先生的使命啊。你看，再来工厂认证。因为这些可以增加信心，最重要。各位，你现在要借的力是谁的力量了吗？等等等等等，古先生的力量了。古先生是双鹤创办人之一，他也是多层次传销工会的理事会的会长，甚至在台湾，他有一个 degree of MLM， 也是他。各位，你听了是不是会打阑珊？这样的人事业上时候就要莅临新加坡了嘞。贵，你卖他了吗？要卖他的背景啊！你讲你外星，我都不要做双鹤，什么组织？哎呀，我没有兴趣。那你来看，一个70岁的人，应该要70岁了哦。70岁的人吃了灵芝30几年，你看他的皮肤，你看他的丹田，你看他的魄力。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要提爆满量，就是人走不到量，可以吗？可以哦，因为3年后重逢来到这边，大家，各位，有时候你要想一下，古先生已经70岁了。有一次，我老公那时候碰几年前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是林金钻在分享，哎呀，还要赚钱呐、啊，叫你们讲赚钱呐、啊。各位，古先生有钱没？古先生有地位没？有啊。那他这么辛苦来到这边做什么？讲真的啦，我70岁了，我都要退休，我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？飞来又飞去2个礼拜，各位你知道吗？2个礼拜后啊，他回去有声音吗？
演讲了，没有声音啊，因为他曾经打过给我，一讲一心，我这车会怎么样？他还要关心了我，他已经沙哑了，他还要知道这个 feedback 是什么。所以各位，这样有使命的人哦，真的找不到了。你要知道，这样的人他就是产生怎样的产品，研究什么样的产品。最重要的是双方提供我们的价值，除了金钱、时间、健康之外呢，他可以教我们怎样有同感、同理心。以前我都谈人家都傻，他做 operator 我一讲啊，你就是没有读书啦。以前我是这样子的呢。你学会反思，你学会感恩，因为感恩的人，你要知恩，你才会感恩，你才会报恩。感恩上线不是一直这样啊，我感恩上线，我的上线很好，不是要去报恩了，将报传下去，不断的传。OK， 亲子关系很好，你跟你孩子亲戚关，你的我孩子关好到什么程度吗？他三岁多啊，我抱他去上厕所啊 ，OK， 他下来过来什么呢？妈，改次你变 baby 的时候啊，我跟你包边不是跟你擦屁股。各位，三岁多的小孩子，他竟然这么孝顺呢！各位，再来，你会受到尊重跟肯定，还有激发你的潜能。各位，你的潜能是很有的，只是你已经输射在你的那个输射圈罢了啦，是可以激发的。OK， 你会更加有责任感，格局会更加高，更加有使命。OK， 所以陪伴孩子成长，以身作则，讲到要做到。你讲一个月后可以这样多，然后人家看到你还不是这样啊？你都不知道，你讲人家不要来做 ，OK？ 再来养育懂事的孩子，各位，你想要懂事的孩子跟孙吗？啊，带你的孩子来，常常来，为什么？他会自己做家务哎，这两岁多的时候啦，各位，两岁多的时候啊，他会当他做的东西都是要靠意志力的，自信心、有责任感，不是我叫他做吗？妈，我要做，妈，我要做的。OK， 所以不要就是不要看不起这个咖啡啦。我可以有自由的时间，就是因为他啦。但是他只是一个敲门砖而已，让你很容易去跟人家分享。OK， 他让我业绩可以每一个月百万哦，靠他。OK， 所以谢谢双儿，让平凡的我们可以过着不平凡的生活。OK。然后感恩双儿这么用心，让我们变明星。OK， 表扬大会一定要把它爆满。OK， 所以面对挑战的时候，该那个室友讲过了，那我就不讲了。所以谢谢大家聆听，感谢大家，我们谢谢掌声，再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大家是不是听出耳油了呢？来回应一下吗？那机会是给什么人呢？准备的。准备好的人，那你们自己准备好了吗？他从怀疑求证而投入双儿事业，也下了大决心，那傻傻的干也可以干出升了一级。那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。